快走快走。快走快走快点儿。别磨磨蹭蹭的。哭什么，快走。哦哦，哭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团长，我好难受。妹妹妹妹，团长，你作为梦幻剧团的首席歌手，要振作起来，为大家做个榜样。轻轻地摇，太阳从这里跳出纹身里走，我们尽情遨游在这晶莹的怀抱。咕咕咕，水泡轻轻地飘，哗哗哗，碧水轻轻地摇，太阳从这里跳出纹身。哎呀，好大的胆子，让他们都停下。轻轻遨游在这晶莹的怀抱。停停下！停住！听见没有？我让你唱。泡泡，别动！去吧！别忘了为什么让你化妆，你要顾全大局。好了，住手吧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规矩。班长，管好你的人。你们这么欺负人，让我们怎么给大王演出啊？什么什么，我让你们唱就唱，我让你们停就停，这是规矩，懂了吗？我们走。是。那么多人，我们不是对手吗？那怎么办？我只能是这个样子了。大家还是先休息一下吧。啊，哎，我这个团长也很难当啊。团长，你别说了。干什么呢？他们就是不排练。哎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你不会用点手段吗？你就是梦幻团长，
我是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都别歇着了，赶紧排练。你们都得听老大的，不然就走不了了。哪有抓人来演出的？你们也太野蛮了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知道我是老大吗？啊？你们是阶下囚。可是我们是你们请来的。是请是请，难道把你们请到这儿还不满意吗？来来来，让我好好看看看看你们这些艺术家。这是什么？大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小坏蛋，你敢拜我？去你的！哎呦！是谁？给我出来！我怎么没见过你？这……快说，你是谁？要出事！快说！不行，阿库。团长，我来。节目大王他一定喜欢。这个节目要是让大王感受一下，再看到这条小丑鱼，嘿嘿，一定够肥鲶鱼喝一壶的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和你废话了。明天盛典，我一定要见到你，不然我可饶不了你们，知道吗？嘿，老家伙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那就明天盛典上见了。去，给我好好看看他们。你们就听他的话吧，不然，嘿，你要干什么？把我带出去？不行！开门，开门呐！这个笨蛋，我想让他帮我们逃出去，他却装作不认识。大家休息吧，一定要保持体力，这样我们才能逃出去。我想休息一下，我累了。我也累了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，大王？大王，这次的生日庆典真是盛况空前呐，所有人都表达对龙王的敬意呐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又唱的跳的，大变活人的，最有趣的是一条小鱼，长得那叫可爱，是肥鲶鱼特意为您准备的。是吗？听起来不错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大王，让我再多挠一会儿吧。少废话，滚出去。团长，您想什么呢？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让马戏团成为牺牲品。我听您的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你看，他要干什么？
去吧。真的？嗯。小心呐，泡泡。哎，这些人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龙虾将军一来，他们马上就服服帖帖的了。你不要命了？怎么能夸龙虾将军呢？你忘了，你我是鲶鱼大哥的人啊！对对对对对对。你想去哪儿？拜托，你别一惊一乍的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一个人跑。我要是想跑，根本不用等到现在。我可是要帮你出去。啊，帮我出去？谁？谁呀？有人，过去看看。快走！是谁？快出来！快出来！二位，我给你们变戏法解闷儿，怎么样？哎，你不是要跑吗？看这个。钱！变！哪儿去了？啊，我知道，肯定是在那。不是在你的嘴巴里。嗯。哎，真的哎，你看，给我，给我，我的，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哎，给我也变几个。阿库，你在干什么？好玩吧？我再给你们来一个从来没公演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好。我可以将它变到你的肚子里。它那么大，不可能。也许我相信，不过你得让我亲眼看见。听我的。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。阿库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只管走你的路。我让他走100步到你们看不见的地方，然后再让他出现在你的肚子里。100步不行不行，得我们来数。英明，这数得我们来数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嗯，快走。阿库，快走，你不是要报仇吗？快点离开这儿。好了，计数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。不变的，快变，不行早说。这个戏法是瞬间完成的，不用准备。大哥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是啊。这些人可是我的宝贝呀、明天盛典全靠他们给提气了。大哥，他们跑？没有，他们都好好的。那他是怎么回事啊？二位看守正在检查我们的节目，我就给他露了两手。啊，好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你等等等等，站住！好。我记住你了，明天给我卖点力气，知道吗？你们给我好好看着，一个也不能少。是是是是。好听，好听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小命难保了，刚才放走了那条小鱼。什么小鱼啊？就是那条小鱼。哎呀，你晕了吧？刚才我们一直看着他们的，一个也没少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一个也没少，我们一直在看守着。来吧，咱俩歇会儿。大王，进来。大王，我是来向您请示明天安排的事情。快说吧。我想把一个小姑娘放在第一位，一定能叫个满堂彩的。是你安排的？哎，正是。龙虾的节目放在第一位了。那好吧，大王，我有要事要向您汇报。快说。大王，大龙虾他私自审问过巨鳌。什么？他敢？他还从他那儿得到一块神秘的羊皮呢。羊皮是什么宝贝？大龙虾密谋造反，不如现在就把他抓起来。不用操之过急，先观察一阵，看看他究竟还有什么把戏。是大王，那明天的事
你的节目放在第一位。谢大王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阿库为什么要帮我？他要我去该去的地方，难道是让我逃跑？真不明白。我去探探赖皮蛇的动静。小心，他们又来了。是我呀，我是泡泡。泡泡，我真的是泡泡，虾米伯伯真的是我呀。泡泡，虾米伯伯。哦，孩子。虾米伯伯，我好想你们呐。我怎么会帮泡泡走掉？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可是他曾为了救我去找水灵芝，为什么呢？为了让我报答他。嗨，反正我刚才已经帮过他一次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孩子，快跑吧，越远越好。不，我要留下来对付赖皮蛇。以你的力量根本没法对付赖皮蛇。也许在盛典上有机会。哎，这个盛典也是凶多吉少啊。啊，怎么？如果赖皮蛇开心了，一定会把你们留下来取乐。啊，要是演得不好，大家都得。啊，哎，你是说他们会对梦幻剧团下毒手？哎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是啊，是啊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那我现在必须要赶回剧团去报信。虾米伯伯，等我打败了赖皮蛇再来救你们，等着我，我会回来的。没时间多说了，阿库，你必须要帮我。为什么我必须要帮你呢？这件事情很重要，知道吗？不管我们演的好坏，我们都会成为他们的奴隶的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走。你也走不了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联手打败赖皮蛇。阿库，算我求你了。赖皮蛇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咕咕咕，谁跑出去的跳咕咕，谁跑出去的跳。有人说话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有了，我们摘掉他的龙角，让大家都认清这条赖皮蛇的真面目。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阿库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事是很危险的。当然了，赖皮蛇不好对付，但是我们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呀。可是泡泡，我们不可能靠近他。有你就行啊，相信我，我们是朋友。什么朋友？好了好了，我最怕朋友这两个字了。泡泡，你记住，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定能打败赖皮蛇。哎呦啊，要出大事了。哎呀，我得去告诉大王去。这样我不就成了告密者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阻止他们。